大家午安。来，这是什么手机？没错，这是 HTC New One。现在起，只要你是远传、中华、亚太、威宝的用户，凭半年内任何一期的账单有超过1500元的，那就把号码转来台湾大哥大吧。HTC New One、Sony Xperia Z、ZL、ZR、三星的 Note 2、S3、S4、贝风 Infinity。通通不用钱，免万元预缴，手机不用钱，免费带走。这个活动非常非常优惠哦！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想要了解的话，来祥富科技找我，把 HTC New One 零元带回家。